据澎湃新闻7月25日报道，一床标示为 134% 的恒源祥蚕丝被，实际只有拉链口处放置有极少量的蚕丝，检出大部分材料是 100% 聚酯纤维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涤纶，蚕丝被里只有封口有蚕丝。7月上旬，澎湃新闻记者深入海门叠石桥等地调查，发现虚标蚕丝被成分、贴标大牌成为当地不少工厂、门店制假售假的通行做法。一方面，无论蚕丝含量如何，甚至有无蚕丝，这些工厂都能挂上蚕丝被的标签，并随意定制成分说明表，我们出吊牌，你们要咋写我们就咋写。另一方面，这些蚕丝被的工厂可以提供恒源祥、罗莱家纺、水星家纺等知名品牌的贴牌或斜角标，蚕丝被里的填充物和贝壳则全由客户自主决定，部分仅在拉链口处放上少量蚕丝，以防止有人检验真假。至于是否担心被查，有卖家称，谁那么正规的给你查。